通常是讲就是长得很难看的很多、oh, okay. 我是郑冰燕，然后我是一名 YouTuber。 我因为 YouTube 这个行业认识了很多的人，然后也很多的可能表演机会啊，或者是甚至是一些商家送产品啊给我这样子。我觉得做 YouTuber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自由度啊，我觉得最大就是自由度，你的创作自由度非常高。当然你一定要全能，我觉得就是你不只是要有表演欲，你基本上你还要懂得如何收音，如何拍摄，如何打灯，然后租借器材，想 idea， 基本上你一个人就是一个 production team。 总之你要做一个 YouTuber 呢，你一定真的是要什么都会，包括写稿，然后做 Photoshop， 因为你要做你 thumbnail， 然后你又要会 Premiere Pro， 因为你要剪接，然后你要对器材有一定的了解，然后这些是从设备方面、技能方面来讲的。个性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你一定要是一个很开朗的人，然后你一定要能够接受批评。如果你想要获得1000个赞，你就要有心理准备，你可能有1000个 dislike。我的第一个 video 大概有600000在 Facebook 那个点击率，一定有啊。通常没有讲改得不好啊，通常是讲就是长得很难看的很多，很多讲样衰啊，或者是甚至讲侮辱那个原歌手啊，就讲为什么要改他的歌啊之类的。就是我真的是试过有人特地 inbox 我讲你真的长得很丑。然后最糟糕的一次就是，有一次我改编 JJPTR。这个课题的时候改编一首歌叫《最近比较烦》，那时候就很多那个 JJBDR 的人就骂我，就说见到我要打我之类的，就有点威胁性了。我之前改编过一首歌叫做《海啸》，是关于那个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杀的，然后那时候我被那个原唱者去报警，他报警说这首歌跟他无关。我上传早上大概8点上传吧，他大概11点、12点好像就报警了。虽然那件事情当时对我打击很大啦，那时候我就吓到，哎，为什么我登在报纸上面？很多人说是因为那件新闻事件认识我，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音乐人认识我，就是开始唱片公司找我。总之就是说，你要接受多少个赞美，你就要承受多少个批评，你要这个心理准备。据说 YouTuber 现在已经是现在的00后首选的工作，基本上现在在台湾就已经是很普遍的行业，马来西亚也是，只是真正做上来的人不多。基本上你只要有一个手机，你就可以做 YouTuber 了。踏入的门槛很低，但是要赚钱的那个门槛却很高。坦白讲，一开始真的很辛苦，因为你可能发布你的第一个作品，你的 view 可能连100都不到，可能就几十个人。就是你会前面一开始你做 YouTuber 的时候，你可能你要预计你整一年都没有任何的收入。你可能制作了第100个 video， 你的 video 才 viral。 对，你可能前面90多个 video 都不红，你要有耐心了，因为你真的是要接受可能你前面的100个视频都没有人来看。你要持续的创作嘛。YouTuber 这个行业真的是不容易，应该讲每一个行业都很难啊。YouTuber 的门槛真的很低，就好像你要开一个 Facebook page 这样很容易。你要成为 YouTuber， 你开一个 account 就可以了，根本就花你不到5分钟的时间。你只要用你的 Gmail login， 发布了你第一个 video， 基本上你已经可以说你是一个 YouTuber 了。就是他踏入的那个门槛真的很低，可是你真的是要维持你的生活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旅程。除非你是那种爆红型的，你可能一个 video 突然间很红，然后像那个 PPAP 这样子，就基本上你一世人只要爆红一个 video， 他接下来的生活就不用担心。就是真的，因为 YouTube 这个行业太容易进也太容易退了，基本上，因为他要花费的资金太少了，因为你要你有手机你就可以做 YouTuber 嘛，你有网络有手机就可以做。要坚持下去哦，然后要多跟其他的 YouTuber 合作，要懂得跟更多的 YouTuber 认识，开拓你的那个视野。别说你曾经爱过我，让我们回到那一秒，国家变好。